原标题意图解读，为什么秦始皇会被外国人称作是中国的拿破仑？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、富有传奇色彩的划时代人物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，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，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，被西方人称为是中国的拿破仑。秦始皇虽然有大功于中国，但同时也为秦朝迅速灭亡埋下了火种。至于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，就要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